我的手机在冬天的时候都会这样子，非常冰冷。月经来那几天，手特别冰。对对对对对 对。所以我就拿了这台机器出来，这是手部按摩器，它非常的轻巧，它是一二三四五根手指头，它是分开帮你按摩。这个电源键它有三段式的模式，有分气压、手指、波浪型，力道它也有三段式可以选择。热敷键你给它按下去，它有三段的温度，40度、42度跟50度。有有有有，它慢慢慢慢的加压来到你的指节，指节之后来到了你的指尖，好舒服，好细腻哦，全方位360度，很像人手在帮你按的感觉。然后我们不分左右手，它就是可以抗菌除臭，然后它充饱电只要3.5个小时，然后可以连续使用120分钟。然后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，就是女生啊，很容易下午的时候开始水肿。对，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这一台足部温感气压按摩机，然后滚轮也是有三段式可以选择。再来还有气压按摩，然后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功能就是加热，它等于是边按摩，然后边给你泡脚，然后还有滚轮的刺激，刺激你的穴位，是不是已经马上很舒服了？也有，好舒服哦。气囊按摩它是零死角的，然后去帮你全脚包覆住，然后按摩挤压，然后包含我们这些穴道都一次可以搞定，3到5分钟，你就会觉得不是只有脚在热，是全身都热起来了。